过来呀，过来勾我，我不死了吗？好痛啊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你是有精神病是吧？来，你再勾我一下，我看看。没勾回来，你说他扎我两下子，我回家我们补满血，他还得费点蓝，你说你这有什么用呢？毫无意义。在这等一下子啊！你怕啥呀？你不用害怕，你很细节呀。你让对面不知道我们家打的是什么，是吧？你很细啊，很细很细。哇，这么细的炉仙，不好意思，勾飞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只要出钩了，那就必是一条人命。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现在开始，我只要出钩啊，那必定，那就是一条人命。钩，挑，我说了，必是一条人命。看着没？你给我起飞！泰坦干嘛？闪现钩起飞，有300。看见没？人命。你以为我蓝不够用是吧？我这小饼干插个眼了，能打死不？你先起飞，扎克快醒！扎克，坏了坏了，坏了坏了！哎呀，美帝西死了。还有蛋呢，没闪了，先来个皮孩。嗯，单杀了。行，这炮车就不能给我留着吗？真是的。兜起飞，人命关天呐，致命点燃。哎，起飞你也得死，我跟你说，给他挡一下钩啊，起飞钩回来，你拿。我这钩怎么样，行不行？
先来一层塔皮吧，兄弟。哎，你给我起来！走，回家啦。买个药水，再买个针眼儿。这其实不合格，你知道。正常这个剑魔现在应该死个三次，这包女敢追这猴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这包女这波不把你俩都给你杀了，你还敢追？包女的红给他打了，跟我来来，你给我起来，你也得过来，我跟你说，鸡没了，鸡，你先给我起来，走呗。这 ADC 怎么回事？闪现点燃勾空气，让他们掉以轻心，先吃个药。这波 W 的快跑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把这鸡给我杀了，老母鸡！为什么这波卢仙会死？我没明白，卢仙为什么你会死？你给我一个解释。把他烫死，这边的卢仙死啊，得不到我的认可了，这 ADC 不太行，只能说是不太行。来来，你大爷，我突突他，咱这人头就不抢了啊，你给我走位来。我没有钩，啊！放走了，我没想到啊，这我没想到，这能给放走了。他不敢飞，没事。鸡来了，鸡，老母鸡，好几回了啊！我操你猴着呢！差不多行了，你再敢来我就去中路找你去了啊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可没有多少血了啊。
收完完事儿吧，收完。你给我回来！杀俺们的 ADC， 经过我的允许了吗？在我面前杀我们家的 ADC， 哎呀，有意思。我直接来个日炎，我决定去中路找这只鸡了。别的不说，兄弟们，他太狂了，我只能说他太狂了，他太狂妄了，他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只老母鸡，但是要在去下路之前，我还是来保一下 ADC。我去一下中，老母鸡在这里装杯，你给我放大，你给我回来套点盐，闪现躲，你给我变蛋，你他娘的，我让你游走，你还在我这儿游走。勾回来，小驴人上当了，快跑了，这时候只能快跑，跳弹，真敢往上上啊，这来插针眼，我很幼啊，我死了，兄弟们，哇，扎克，着什么急呀，这波可以杀的，真是，哎呀，又变坨粑粑了，亮什么牌啊，直接一个大招把你收了，直接一个大给你收了，这个鸡没有闪现了，对吧，你跟我回来吧，我去趟中路，来，我继续去趟中路，俺俩把这鸡杀了。你给我回来，我让你赶客走呗。没关系，无所谓，辅助换中单，我今天不可能让他玩好，你们明白没？来个三速还来，可以双杀，继续给我杀他，中路他待不了，我盯住他了，我们配合这小绿人杀他是随便杀的，怎么杀怎么有，
并且他们家泰坦不会给他做眼儿。建模，兜哟，这没勾着。你又被瞎当了，漂亮，给我杀鸡镜猴。让他砸没关系。为什么这卢仙又死了呀？那不看着就死啊？他赶上吗？他溜了溜了。后边有鸡啊，卢仙一打二打不过的，那谁让他一打二了？那你就猥琐点呗，我来中路的话，对不对？你稍微猥琐点呗。干哈呢？这包女儿包女是什么意思呢？排我的眼儿是吧？来打小龙，都被越二塔了，咋猥琐？他搁这儿死的，谁越谁的二塔呀？你给我起飞致命点炎变成蛋了，先打蛋呢，这可帮不了啊！先把他鸡给我杀了，过闪现，哎呀，这都能 A 到我！这小驴人就直接一走就得了呗，还回头，这倒回什么头？这把咱先来个自言自力，省着那鸡打我疼。我等级低了。我等级高也没用，我现在十八级也没有用，我也就是个屁，要那么高级干嘛？坏喽坏喽坏喽！这个鸡呀、啊，把它杀了！哎呦我这猴，可以啊，这猴，他不会真的赶上吧？走，右边查眼的。
冲我来，不要在这里蹲，这里蹲很有可能就是人会特别的多。对面已经知道我在附近了啊，这个位置有个眼儿，这个位置有眼儿。没关系，他不敢上。你们俩，我先杀个泰坦了呢。个老母鸡，给我死！给我死！个老母鸡，今天决定了，宵夜就是肯德基。哇，勾致命点燃起飞。